Unit 1. The Family. Text 1.1. Vocabulary. 弟弟. 举行. 生日会. 怎么. 岁. 哥哥. 已经. 结婚了. 多大了. 太太. 同学. 生了. 女儿. 姥姥. You will hear Anna talking about her family members in Australia. Their names are given below. Listen and insert their names in the family tree. 今天是我弟弟的生日, 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生日会。 你有弟弟, 我怎么不知道? 我弟弟叫小明, 他今年15岁了, 我还有一个哥哥呢, 叫建华, 他已经结婚了。 是吗? 他今年多大了? 他已经28岁了。 他太太是我的同学, 琳达。 你认识她吗? 他们刚生了一个女儿, 叫小华。 你在澳大利亚还有什么人吗? 我姥姥在那儿。 Unit 1. The Family. Text 1.1. Vocabulary. 弟弟. 举行. 生日会. 怎么. 岁. 哥哥. 已经结婚了。多大了。太太。同学。生了。女儿。姥姥。 You will hear Anna talking about her family members in Australia. Their names are given below. Listen and insert their names in the family tree. 今天是我弟弟的生日, 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生日会。 你有弟弟, 我怎么不知道? 我弟弟叫小明, 他今年15岁了。 我还有一个哥哥呢, 叫建华。 他已经结婚了。是吗? 他今年多大了? 他已经28岁了。他太太是我的同学,琳达。你认识他吗? 他们刚生了一个女儿,叫小华。你在澳大利亚还有什么人吗? 我姥姥在那儿。 Unit 1. The Family. Text 1.1. Vocabulary. 弟弟. 举行. 生日会. 怎么. 岁. 哥哥. 已经结婚了。多大了。太太。
同学，生了女儿，姥姥。You will hear Anna talking about her family members in Australia. Their names are given below. Listen and insert their names in the family tree. 今天是我弟弟的生日，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生日会。你有弟弟，我怎么不知道？我弟弟叫小明，他今年15岁了。我还有一个哥哥呢，叫建华，他已经结婚了。是吗？他今年多大了？他已经28岁了。他太太是我的同学琳达，你认识他吗？他们刚生了一个女儿，叫小华。你在澳大利亚还有什么人吗？我姥姥在那儿。 1.2 Vocabulary 全家福，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妹妹，一家人，温哥华，父母，去年，墨尔本，生活，闷，明年，丈夫，孩子，度假。You will hear a man talking about his family portrait.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王伟，这是你的全家福吗？对，这是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和我妹妹。他们都住在这儿吗？我爸妈和我妹妹住在香港，我姐姐一家人住在温哥华。你父母来过澳大利亚吗？他们去年来过。他们喜欢墨尔本吗？不太喜欢，他们这里没有朋友，觉得生活很闷。你姐姐也来过墨尔本没有？还没呢，她说明年跟她丈夫孩子来度假。Text 1.2 Vocabulary 全家福，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妹妹，一家人，温哥华，父母，去年，墨尔本，生活，闷，明年，丈夫，孩子，度假。You will hear a man talking about his family portrait.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王伟，这是你的全家福吗？对，这是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和我妹妹。他们都住在这儿吗？我爸妈和我妹妹住在香港，我姐姐一家人住在温哥华。你父母来过澳大利亚吗？他们去年来过。他们喜欢墨尔本吗？不太喜欢，他们这里没有朋友，觉得生活很闷。你姐姐也来过墨尔本没有？还没呢，
呢。她说明年跟她丈夫、孩子来度假。Text 1.2 Vocabulary 全家福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妹妹一家人温哥华父母去年墨尔本生活闷明年丈夫孩子度假 You will hear a man talking about his family portrait.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王伟，这是你的全家福吗？对，这是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和我妹妹。他们都住在这儿吗？我爸妈和我妹妹住在香港，我姐姐一家人住在温哥华。你父母来过澳大利亚吗？他们去年来过。他们喜欢墨尔本吗？不太喜欢，他们这里没有朋友，觉得生活很闷。你姐姐也来过墨尔本没有？还没呢，她说明年跟她丈夫、孩子来度假。1.3 Vocabulary 毕业照片嫂子侄女侄儿念专业文学硕士棒又又读书了不起反正管能干家务事当的教数学聪明老大老二累 You will hear a woman talking about her brother's graduation photo.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赵燕，这是谁的毕业照片？我哥的。这是我嫂子、侄女和侄儿。你哥哥是念什么专业的？他念文学硕士专业的。他上班吗？上啊，他在银行工作。你哥哥真棒，又上班又读书，还有两个小孩。那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孩子也不要他管。我嫂子才真能干呢，她也要上班，干家务事。她做什么工作？她当老师的，在大学教数学。她挺聪明的。孩子们多大了？老大今年7岁，老二才4岁。那你嫂子真够累的。Text 1.3 Vocabulary 毕业照片嫂子侄女侄儿念专业文学
硕士棒又读书了不起反正管能干家务事当的教数学聪明老大老二累 You will hear a woman talking about her brother's graduation photo.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赵燕，这是谁的毕业照片？我哥的。这是我嫂子、侄女和侄儿。你哥哥是念什么专业的？他念文学硕士专业的。他上班吗？上啊，他在银行工作。你哥哥真棒，又上班又读书，还有两个小孩。那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孩子也不要他管。我嫂子才真能干呢，她也要上班，干家务事。她做什么工作？她当老师的，在大学教数学。她挺聪明的。孩子们多大了？老大今年7岁，老二才4岁。那你嫂子真够累的。Text 1.3 Vocabulary 毕业照片嫂子侄女侄儿念专业文学硕士棒又读书了不起反正管能干家务事当的教数学聪明老大老二累 You will hear a woman talking about her brother's graduation photo. Listen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赵燕，这是谁的毕业照片？我哥的。这是我嫂子、侄女和侄儿。你哥哥是念什么专业的？他念文学硕士专业的。他上班吗？上啊，他在银行工作。你哥哥真棒，又上班又读书，还有两个小孩。那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孩子也不要他管。我嫂子才真能干呢，她也要上班，干家务事。她做什么工作？她当老师的，在大学教数学。她挺聪明的。孩子们多大了？老大今年7岁，老二才4岁。那你嫂子真够累的。Text 1.4 Vocabulary 姨妈比小叔叔比大姑妈
二姨，伯伯，三舅。Listen to these descriptions and number the terms in the order that you hear them. 一，他是我姨妈的儿子，他比我小一岁。二，他是我叔叔的儿子，他比我大两岁。三，他是我姑妈的女儿，他比我大。四，她是我二姨的女儿，她比我小。五，她是我伯伯的儿子，她比我小两岁。六，她是我叔叔的女儿，她比我大三岁。七，她是我伯伯的女儿，她比我小八个月。八，他是我三舅的儿子，他比我大两个月。Text 1.4 Vocabulary 姨妈比小叔叔比大姑妈二姨伯伯三舅 Listen to these descriptions and number the terms in the order that you hear them. 一，他是我姨妈的儿子，他比我小一岁。二，他是我叔叔的儿子，他比我大两岁。三，他是我姑妈的女儿，他比我大。四，他是我二姨的女儿，他比我小。五，他是我伯伯的儿子，他比我小两岁。六，她是我叔叔的女儿，她比我大三岁。七，她是我伯伯的女儿，她比我小八个月。八，她是我三舅的儿子，她比我大两个月。Text 1.4 Vocabulary 姨妈比小叔叔比大姑妈二姨伯伯三舅Listen to these descriptions and number the terms in the order that you hear them. 一，他是我姨妈的儿子，他比我小一岁。二，他是我叔叔的儿子，他比我大两岁。三，他是我姑妈的女儿，他比我大。四，她是我二姨的女儿，她比我小。五，她是我伯伯的儿子，她比我小两岁。六，她是我叔叔的女儿，她比我大三岁。七，她是我伯伯的女儿，她比我小八个月。
八。他是我三舅的儿子，他比我大两个月。Text 1.5 Vocabulary 关系落情人分开了没错可惜演员那么回只是前妻当然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gossip on Zhang Yimou and Gong Li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你看中国电影吗看呢那你一定知道张艺谋跟巩俐的关系咯知道一点他们以前是情人现在分开了没错他们在一起已经有八年多了现在要分开我觉得挺可惜的可惜什么呀演员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有孩子吗没有张艺谋和巩俐只是情人他们没孩子张艺谋和他前妻有个女儿女儿跟谁住呢那当然是跟他母亲一起住咯 Text 1.5 Vocabulary 关系不情人分开了没错可惜演员那么回只是前妻当然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gossip on Zhang Yimou and Gong Li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你看中国电影吗看呢那你一定知道张艺谋跟巩俐的关系咯知道一点他们以前是情人现在分开了没错他们在一起已经有八年多了现在要分开我觉得挺可惜的可惜什么呀演员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有孩子吗没有张艺谋和巩俐只是情人他们没孩子张艺谋和他前妻有个女儿女儿跟谁住呢那当然是跟他母亲一起住咯 Text 1.5 Vocabulary 关系不情人分开了没错可惜演员那么回只是前妻当然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gossip on Zhang Yimou and Gong Li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你看中国电影吗看呢那你一定知道张艺谋跟巩俐的关系咯知道一点他们以前是情人现在分开了没错他们在一起已经有八年多了现在要分开
我觉得挺可惜的。可惜什么呀？演员就是那么回事儿。他们有孩子吗？没有，张艺谋和巩俐只是情人，他们没孩子。张艺谋和他前妻有个女儿。女儿跟谁住呢？那当然是跟他母亲一起住喽。